都一样，都是一样。爸比呀，然后妈咪还是一样，都没有变，因为有猫咪嘛。对，我们今天来观摩见习观摩。哦，今天是因为我们跟西风哥认识很久，而且西风哥之前是经营在戏里面演爸爸的角色，嗯，然后这一次也是，然后啊，对，爱的荣耀，对，爱的荣耀这一次也是，然后我们就是来这边祝福他们，因为跟嫂子也都私底下都有交情，对，那当然也是来见习啊，看看他们就是婚礼是怎么办的，听说前面会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流程啊，对，什么的，我们也在计划中啦，我们也在计划中，预计大概什么时候要？哦，他现在进剧组会比较忙一点。娶老婆更重要啊，进剧组。我已经娶到啦、啊。结婚了。我登记已经娶。你更重要、啊。会啦会啦，有计划中，有计划中、到时候有好消息一定会跟大家讲。没有，因为你们都怀疑我们有小朋友，其实没有。有小朋友的话，今天就不能来喝喜酒。按照习俗，刚刚有这样讲嘛？对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没有，真的。这样频率要降低，还是保险要做？就是钱要多花一点，保险要做好，钱要多花一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在要先加紧脚步进入爱的荣耀，不能生小朋友。如果突然有的话，所以不能有这个突然。不行啊，那不行啊，一定对剧组没办法交代啊。可能要等荣耀杀青吧，还是要等先看工作的状况，然后再来安排。因为其实还是要先以工作为主。如果先有，然后就领便当。哎、欸，领便当你通常都要被赏巴掌，然后什么摔悬崖、被车撞。如果真的有小朋友拍那个戏，我会翻脸吧？对啊，不行啊，不可以啦。对对对。会找 Emily 之类的。他们都结婚嘞、欸。就只有偷了我一个人啊。然后我还想说，如果真的我们在开玩笑，伴郎不知道找谁，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。家就是钱就是老婆来管嘛。你说，对啊，他说我负责理财，然后他负责赚钱，这样，对，对，因为我不太会懂理财这一块，然后他比较懂，所以就之前就有讨论过，然后把这个这一部分交给就经营来处理，对，